这个规定。那我们首先欢迎院长来为我们致辞。各位媒体的朋友，大家好，很高兴。那今天这个题目，其实我非常有感觉哈、哦。为什么有感觉呢？因为我觉得我们平常都讲说，台大云林是急重难喊，生重病啦、啊，看起来很恐怖啦、啊，啊，就是很可怜。那今天我们的对象是一群其实很辛苦的人，啊、哦，不完全是病人，就是他有一些症状。那他可能身体上有各式各样的不舒服，可是他可能找了很多的医生，那医生都跟他说：“哎，你检查没有问题，你想太多哦，各种仪器，所以他可能做了心电图，可能做了超音波，照了很多的 X 光，可是他的不舒服的感觉一直都只存在哦。那其实大家看我们医院的一个这些哦愿景使命什么，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要有温度哦，要能够感受病人在讲什么。”那这群病人呢？其实我觉得为数不少，然后就是按照等一下，就起码那个 5% 会有。那他们可能他讲的话都没有人在听。我一般的医生可能很忙，那可能说我检查不出来，所以你就是没病。可是病人一直觉得我有病啊，我的不舒服是真的，你又不是我，你怎么好、哦？那这群人，我觉得他是相对也是一种弱势。他并不是以前我们在讲的说哦来不了医院。啊，或者是经济上很可怜，他讲的话人家听不懂或没有听，那他就觉得没有人能够帮他解决，他就好像不是一个急重难喊，是一个癌症，是一个罕病，他到处讲，那人家都听不懂、哦。所以我们有一个团队，那这么复杂的问题，我个人觉得就是这个团队要两个特质，第一个，这个要听愿意听这一群人的话的人，第一个他要非常有同理心。这个医生要很有同理心，很有耐心，听懂啊、哦，你真的有这个问题。第二个呢，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不是我们传统上的骨头断掉了、神经断掉了，是很明显的这种、哦、功能上的一个或结构上的问题。所以这个医生要很同理，要很聪明哦。所以今天大家present的，然后华伟烈主任，他就是又聪明又同理哦。那知道我们医院就是很多很聪明的人啊，黄院长，我们带一大堆。哦，可是他被他的老师号称是天才儿童，就是很难得。我觉得黄主任是一个又聪明又很有同理心，非常 productive。哦，他 cooking 这个新生医学中心默默的耕耘哦，在十年来，那过去可能没有那么的有组织，这几年我们正式的成立，把它定义成一个新生医学的中心。那卓然有成哦，那无论在研究上，在方法上哦，在论文的发表。其实是受到很多国内外的肯定。那因为最近又有几篇很重要的 paper， 其实那个分数影响分数都很高。不过最重要的是他非常有体系的来研究这个。那这个所以就是除了我们的急重难喊，其实我们也希望我们的精神科的团队，他其实不光是精神科了，真的包括很多的这个团队一起来帮助这群，我觉得长期上被很可能被漠视了，这可能他非常 frustrated， 他就觉得哎呀，有字就是这话说不出来。可能在家里面很多人也是觉得他神经紧张，搞得够疑心了，搞得够过歹机，又够发慌。哦，所以他可能就是对症状的感受啊，要焦虑久了以后又很无力，就忧郁，那甚至上就影响他的心情、睡眠、工作表现，其实都可以。啊，到底是什么？后面有黄主任会讲，就好像你在打电脑的时候，一直跳出 CPU 在干嘛？哦，你知道东西是在前景，有些在背景啊。我在走路的时候，关节在动，我不需要知道啊。可是我的大脑一直在告诉我关节在动，那我就很烦。哦，的确有些人就是他有这样子的困扰。那我们慢慢的知道，这不是庸人自扰，这真的有科学的证据。就黄医师找到很多，到底发生多少的比率，男生女生比较多，他的机转是哪里？哦，他的脑袋哪里出了问题？他都有很多的论文洋洋洒洒的。那最重要的，我想最重要的是后面要有一些方法哦。那这个方法应该也不是某一颗特效药吃了就会好哦。他会有带领他的团队，那提供一个多样态的一个治疗。那我对这个团队，他过去十年有非常好的成绩，今天向大家展现。那其实我更期待这个团队在未来，其实在国内、在亚洲，其实正在世界应该是可以非常具有领先地位的一个团
那我就很快的介绍我们团队成员。那我旁边是洪副院长哦，这个大家应该非常熟悉了。那黄伟烈主任啊、哦，就是精神部的主任。那因为这个东西，他也得了这个永续奖的一个银奖哦。那两位他的这个爱将哦，杜昭义医师跟马家豪医师，那现在除了他们原来的这个精神科的领域以外，他们也非常注重这个新生的医学。那接下来是我们几位的研究助理，还有我们团队里面的心理师啊、哦，也是这样。心理师很重要，我觉得也很重要，因为我最近在做很多心脏，他说。我是讲话讲太多，不好意思，我想用自己做比喻，因为我最近开完颈椎嘛，我就不太舒服，所以我就一直在练习，哦，练习怎么样子活动。那这个要一个教练，但是教练就跟我说，哎，你以前走路都是错的，你都用不对的关节，不对的步骤，哦，你就用快，那你应该重新学习怎么走路，把你的重心放好，每个关节该怎么动，所以去练太极拳，这个都要教练。我把心理师，当然我还没有心理师的教练，也许哪天我马上就需要哦。他就像一个教练，也可以好好的教你怎么样子去运用你的这些回路了哦。所以整个团队的每个成员都很重要。那我就把时间交给伟烈，让他来向各位媒体们分享这十年来，那我们新生医学中心啊到底是什么，做了什么，那未来还可以替大家带来什么有趣的东西。大家好，那我今天很荣幸有机会来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新生医学中心过去十年的一些进展。那首先就如刚才院长所讲的，其实我们在这个临床医疗的一些场域，常会看到一些个案，这个案呢可能会讲说，他有非常多的不舒服，然后他很紧张，他很担心这些健康的状况，可是呢他到其他科各个科去做一些检查，不见得找到原因。
那这个在台湾也有一个比较这个通俗的讲法，大家好像会常看到一个词叫做自律神经失调，对不对？等一下我们会稍微讲，它其实不见得是一个那么正式的词汇，但是在民众呢跟一些医疗朋友之间可能会比较习惯用这个词汇来做沟通，所以我们这边大概就描述一个这个临床情境，这当然是我们这个设计出来的情境。假设说现在有一位这个张先生，中年男性，然后他的个性长期都是很认真负责的，比较容易紧张的。过去一年来呢，他在陆陆续续感觉到，好像就身体哪边怪怪的，觉得头晕啊，全身酸痛啊，然后这个上腹灼热发胀等等的，他就会很担心嘛，担心我是不是严重的疾病，所以他去做健检，他就有看过好几个专科，像神经啊、耳鼻喉科，然后内胃镜那些都做了，都告诉他，其实你很健康看到身体的状况都没有看到这个异状，可是他这个不舒服感觉很真实啦，所以他的烦恼其实越来越多，因为他的不舒服没有得到一个合理的解答，别人没有告诉他说，为什么他会这样子？所以有一些这个医生，所以你这个叫自律神经失调，建议来这个比较我们精神科来就诊，但是他也不太清楚，为什么这个身体为主的不舒服跟精神科有关系？然后他又有这个不确定性，甚至对他工作生活都造成一些影响，这应该是大家多多少少旁边身边的朋友都会听到的一些状况哦。那我们就来讲一下我们刚才讲的这个状况，其实就可以叫做功能性的身体症状，在台湾这个叫自律神经失调这个词，常常用来描述一种身体不舒服的感觉是主要的表现，但是你做一个客观生理性的检查，没有异常的一些状况。哇，自律神经失调这个词汇它比较是过去的用词，它在当代其实并不是医学的一个正式名称哈。那个正式的名称这个功能性是一个从非精神科的出发点比较会给它的名词。那我们精神科当然有一些疾病的定义，比如说一个词英文叫 somatic symptom disorder， 中文一般翻译叫这个身体症状障碍症，但描述的就是这一类的情形。那各位朋友可能还听过一些词汇嘛，其实都算是这种功能性的身体症状。大家可能听过什么纤维肌痛症啊、慢性疲劳、肠燥或大肠肌躁症啊，那这些其实还算常听到的，其实都是那种检查不见得找到原因，但是这个个案它有很多困扰的一些疾病哦。那我们这个新生医学中心的发展是说，因为我本来就是对这个主题比较有兴趣，然后那我过去的研究的议题也跟它有关，所以我在这边服务以来，大概大约是2013年起，我们大概有一点点量呢，我们就开始对这个主题去做临床服务跟学术研究，所以我们每年服务的个案应该都是至少是三位数以上哈。那我们开始有一些研究之后呢，2015年一开始就陆续有一些研究成果是在国际期刊做发表，那之后每年都有，那我们会是越做越深，那目前就有几十篇。那一开始的时候可能是我跟几位这个助理同仁一起来做哈，那慢慢的有这个兴趣的这个医师越来越多，像我们很优秀的杜医师跟马医师也加入团队，给这个团队非常大的帮忙。那我们慢慢做的也比较有规模，那前几年因为院方刚好也希望说各科有一些重点的一些业务特色的业务，那因为这个功能的身体症状跟身体症状障碍症，它在我们那个精神医学，各位可能知道精神医学有很多次领域，所谓的次专科，那有一些比如说都看儿童的或老年的，其实这个新生医学叫 psychosomatic medicine， 以精神科的观点是一个次专科，那刚好这个呢就是去处理我们刚才说的这种功能性身体症最多的一个专科，那就是看心跟身的一些相互的关系嘛，所以我们就给他一个名称叫新生医学的中心，希望是做一个更好的统整。然后这一两年他有一些成果，又获得像是永续行动奖一些外国的一些肯定，所以我们就讲一下我们这新生医学中心到底在做什么。我们的目标就如刚才所说，它是一个研究门诊，然后要看的主要就是身体症状障碍症或者更广义的功能性的身体症状。在临床端呢，我们有提供一些检查，这个检查就不是只有心理，不是只有会谈，而是生理心理都要顾到，只有生理其实也是不行的，因为它有很多其实是心理的比较脑部机转层面，提供对应的治疗检查跟治疗结果，我们都同时有做一些研究，有做一些科学化的一些分析。那另外因为其实我们的观点这是一个脑部的这个状况，所以我们对它在脑部能发生哪些事情，我们也在研究端去做一些探索。那这大概就是我们在研究这一系列的主题。那这个疾病呢，它可以从心理的角度，可以从周边的生理，各位可能有听过那个自律神经的两侧有一个叫做心律变异性的，他看那个心跳的一些变化，他可以做一些自律神经活性分析的。过去很长时间我们在做这些，那有一些我们叫做流行病学的身体机转的，以及刚才院长提到非常重要的治疗。那治疗呢，其实这一类的问题一般认为大概几个方式，
有一个方式呢，大概就是跟药物有关的。某些药物呢，在国外的研究，它有一些实证哦。那另外呢，有一些是心理治疗，心理治疗就包括说，你可以靠着认知在行为端的调整，所谓的生理回馈的疗法。那另外所谓的正念导向的一些疗法，它有一些实证。那有一些这个临床试验要进行当中。那还有一些比较新的疗法哦，它是叫做脑部的电磁刺激。就是说，你可以透过在脑部去打一个外在的电或磁刺激，看能不能对你帮助。这个研究的结果，这个效果，国外有一些研究的这个证据支持。不过国内我们还是用一个临床试验的方式在做检验，哦，这也都在进行当中。好，那大概过去我们已经有一些这个发现，就如刚才所说的，我们过去看这个心理的跟这个心率变异的，我们大概是有最已经有蛮完整的一些结果。所以心理上面呢，我们也可以看说，哎，这个心理各种工具会谈它的可行性如何。然后这一类的问题，大家应该都知道哦，它跟情绪的忧郁、焦虑，跟它的个性特征都有关。所以我们对这个我们也看了很多。那另外呢，我们也看了一下，因为坊间所谓的自律神经的测量好像很盛行，它到底对这一类工这一类状况的评估有多少意义？然后如果说真的你要用这个心率变异系，当然你要注意哪些事情，它才会比较高的科学性或临床价值。这个都是我们已经发表的，已经被可以受国际期刊认可、被检验过的东西。那有这些结果，在我们去年就得到一个永续行动成绩的肯定，也很感谢长官让我们这个机会。那这边我们非常简单讲一下，大家可能很好奇，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功能性身体症状或身体症状障碍症？当然，这个各科去看，它会有不完全相同的观点。以精神科的角度来看，其实就是叫大脑过滤杂讯的功能出现异常。应该这样说，刚才院长有提到，其实我们身体会有各种讯息嘛，对不对？我说你脚要运动，你身体要做什么动作，你应该会有那个感觉。应该是所有的身体讯号，它都会拉到大脑去做一个汇集。可是呢，在健康人哦，不重要的讯号，自然大脑就会过滤掉啊。所以你做这些动作的时候，你不会特别去注意说，我身体那边有什么样特定的一些感觉，那个像是我们的背景的一些感受嘛。而在这些个案哦，因为它的那个过滤功能没有很好，所以导致说，这些身体的讯号可能是疼痛的或其他的被注意到，然后出现一些不舒服的感觉。这些讯号，因为你在周边本来就不到异常的程度啊，所以你去看其他可以就没有特别发现。但是因为这个过滤后到这个脑部一开始出现这些不舒服，那这个东西呢，它也会有一些负面的一些感受出现，所以会有一些担忧、焦虑或过度注意的感觉。所以在心理上，如果这些现象、这些对应呢，其实当然都有一些脑部它的一些特征哦，它就会造成这个不舒服感觉很放大或是持续。那这其实就是这一类问题先根源。所以我这样解释，大家应该会知道说，它其实有生理端的一些对应的一些方式，它也有心理端，也就是生理跟心理的一些处理，它都是重要。
这个是我们最近的刚发表的一篇，这个是我们在国内做一个全国性的电话调查，就加入了抽样的概念，所以我们得到的这个世界上还没有很多见的，就算是一个全国的我们叫盛行率资料，发现这种问题其实不会很少见，它大概有 5% 左右的盛行率，还蛮高的，就是100个人里可能有5个上下有这样的问题，那女生比男生稍微多，那以各个年龄层来说，但是40到50岁的年龄层，这个是最常见。这个是我跟新竹分院的精神科主任廖主任我们一起做一些发表那这个大概就是去登在一个还不错的期刊，一般我们会觉得说大概5分以上的所谓期刊就还算不错，这个大概是10几分的期刊。那另外这个是我们前几年就是我们也看了一下这个自律神经的活性的一些特征，就该说的心率变形去看。那我们会看到很多朋友觉得，既然坊间大家叫自律神经失调，是不是自律神经功能不好是这些问题的源头？其实我们的研究就很简单告诉大家说，看起来应该脑部比较像是源头吧，是脑部去影响到自律神经的活性，比较这样的方式去理解会比较理想。这是我们前几年的发表。那另外呢，我们也可以看这类的问题，临床上它可以分不同的形态，而不同形态里面的方式不一样，所以你可以根据我们叫做健康焦虑的程度，还有会不会容易易怒啊等等的一些特征，那这些都可以去对它做一个很可靠有效的一些分群。那另外我们也看了一下因为这类问题它所谓的合并忧郁焦虑的现象都很明显，我们去分析是发现说这些人他的生活品质或者叫做生活的功能是跟他有一个叫做忧郁共病的这个东西的关系很大，所以也就是说呢，如果临床上大家不确定怎么去做治疗，至少呢，就是如果说对精神科大家都很熟悉的忧郁的问题，它被处理到某种程度，对这些人的生活品质其实是有相当的帮助。那另外我们大家对脑部的基准去做一些了解那我们去看，因为有各种的心理测验，它对应到脑部区域都不一样。那我们用了一个去对应到这个叫前扣带的 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 这个区域那我们是发现到对应到这个的一些这个心理的测验，它真的有一些发现。那这个呢，可能就是过滤功能没有很好，这个关键的一些脑区，这个跟我们对这个区域的这个平常的理解它也是有一致那这个也是我们觉得比较有发展性的一些研究。那当然我们有各种研究概只是说一部分而已。那我们未来的展望呢，就是我们新生学中心目前是感谢院方支持，我们还是有好几个研究在进行当中，包括脑部机转的一些治疗模式，刚才说的临床试验，这个都还在进行。所以我们希望说那接下来的下一个10年那我们可以对这个脑部机转有更好的认识，那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治疗的模式它都在研究的基础上做好的检验，那当然是希望这类病患很辛苦的，它可以得到更完整、更充分的帮助。以上跟各位报告，谢谢。谢谢。对，应该我现在各位那个媒体的朋友周边应该也有听说类似这样的状况所以大概就5%。我之前好像比较不多对，你里面有提到，就是它其实有一些治疗的方法啦，药物啦，心理方面的吧，对，那还有就是 TMS 嘛，对 ，TMS 有没有一些，就妈嘉豪是做很多 TMS， 就是脑部经颅的这个电磁刺激，现在也是一个新出来的东西，不知道对这一块有没有什么进展？感谢院长，这个我说一下。那当然因为在国内你要有叫做适应症，它要有够多的实证支持，所以在国内这个叫经颅磁刺激 TMS 目前的适应症基本上还是所谓难治型的忧郁症，对忧郁的问题有这样的一些实证。不过这个东西大家有兴趣嘛，所以国内外很多人在研究，国外有一些研究是说其实类似的像刚才提到像纤维肌痛症等等，这个疗法可能有一些帮助。不过我们大概是有几分证据讲几分话嘛，所以应该说我们要看它到底有多少帮助，那我们还是先用临床试验去检验看看。确实我们目前的临床试验是类似这样的这个磁刺激的方式去看它的效果，如果说之后有一些明确的发现的话，会希望再可以跟各位做报告谢谢。非常期待，是的，嘉豪没有补充的，年轻的医生让大家认识一下。来，口罩可以拿下来一下，让大家认识你的庐山真面目我非常优秀的这个精神科医师。那就是在院方支持下，目前我们进行那个磁刺激已经有大概2年多的时间。那目前当然我们主要是治疗难治型忧郁症的个案，但这些个案其实本身
也常常伴随一些身体的抱怨。那在治疗难治型忧郁症的个案中，我们发现其实他的那个很多身体的抱怨也会就是有一定程度的进步这样子。那所以这个也是就是在黄主任的带领之下，我才会再进一步针对这个身体症状的部分呢，就是直接找出这群个案来做进一步的探索这样子。杜医师。请问有关这个新生医学，这个现在叫功能性身体症状，功能性身体症状、就是一般的生理的检查看起来是还好、不过这些病人有各式各样很多样化的这个身体的这种不舒服的状况，
那很多人呢其实会很困扰，因为他就看很多医生。那甚至如果你本身，我这样讲就我不是精神医生，我是听你讲的不太对，你本身有这种素质的人啊，搞超凡搞忧郁，你有这样子的素质的人，那他可能这个造成你的功能的这个就是每天都很快乐的这种，或者说功能很好的这个妨害就会比较大了。他可能就是在人际关系上面啊，工作生活上都会造成一些困扰。对，所以我们看这个哈、这个 WHO 对于健康的定义，我们想回到这个定义，健康的定义，当小学有学过，就是身体、心理跟社会的健全状态。那我小时候在念这句话的时候都很无感，真的是说健康就把它背起来，健康就是身体、心理跟社会的健全状态。然后经过小学毕业已经40年以后，我现在做这么多事情，又有医疗，又有公共卫生，然后又有很多 ESG， 我突然觉得，靠，当初1940年、50年他们定义这个东西言简意赅，这个健康真的就是身体、心理跟社会的健全状态，这个就是我们要达到的。所以一个人的健康不是说家挨困，这些人很多都被困，因为他忧郁到被困，他的社会功能就不好，工作的成绩没有办法做好，人际关系也因为这样子而造成困扰。对，好，那是不要各位媒体的人，哎，抱怨什么，然后他们大概是看了几颗，然后大概经过有没有经过治疗之后有一些成效，那些做法是什么，可以提供一下吗？谢谢。有，谢谢。我觉得这个大家都很重要的问题啊，就是刚才您所提到的，因为他们这个个案一开始他的感觉都是身体端的感觉，所以其实大部分都是先看对应的专科，其他科比较多。一般这个精神科大概都不是第一站的，大概都是可能看就不止一科以后才过来这样子。至于什么症状最多，老实说各种症状大概都有了哦。不过我们也有一些研究嘛，我们研究是看到这些症状大概可以分成四个群。那有一些群哦，大概是跟疼痛跟疲倦比较有关的，这是一种类型。那另外有一些哦，它是跟肠胃道的，比如说它会像是容易拉肚子啦，容易便秘，或者是这个胃不舒服的，这个肠胃道的只是一个区。那另外还有一些是跟那个心肺的状况有关的，他会觉得心悸啊不舒服等等哦，或者说吸不到气啊。但是你去胸腔科、心脏内科检查也没有看到异状，这个大概是一个区。所以这些大概都是常见的症状区。那就来我们这边之后，我们一般会先评估嘛，因为不同个案哦，其实就是它的治疗的方向都完全都一样。有一些个案看起来，我们操作一些评估分析，会觉得它比较可以从生理端的疗法获益，那这时候就会跟他讨论某种药物的一些必要性。那当然也有一些个案哦，它比较真的就是跟他的思考、生活方式、行为那些为主的，我们也会给他一些方向的建议，希望他慢慢校正之后，他的那个生活的各方面的比重可以比较平。那这个困扰相对就不会那么厉害，比较简单来说是这样，谢谢。所以简单说就是它可以吃药治好吗？这个东西哦，就是所谓的治好哦，它是很微妙，因为我们刚才也讲到，一般人所有人大家都会有来自身体的感觉，对不对？所以你不太可能让这个人到没有那个感觉啊。所以哦，这个东西它是一个比例的概念，也就是说呢，当你对这个身体感受的比重实在太高了，高到某个程度以上，他就觉得是困扰。那我们就可以透过包括药物或心理治疗，他那个感受的比重降到一个程度，比如说他去注意那个不舒服，可能降到原本的20-30%以下，这个就是一般人的水准。所以目标是让它正常化，比较是这个概念。
就有这些病患是不是过度敏感，高太高敏感？所以我们说你要注意你的身体啊。嗯。但是这些人是不是他太注意自己的身体？嗯，这个是一个很微妙的问题哦。对，当然以我们的看法，所以看到比较偏敏感这一端。不过就是说，当然我们这边也不能够告诉大家说你都不要注意这些现象，所以我们常常是会告诉个案说它的一个趋变的原则。你看到长什么样的形态的身体状况，你要注意它背后可能有生理的问题。但是某些形态的，它比较有可能跟你的这个高敏感度有关系，那其实它的比重你反而调低一点。那当然这个就是一个很微妙的，我们会需要跟大家做沟通。后待会大概就是比较接近这个脑部偏前端的，跟额叶比较接近的一个位置。过去就是认为说，它其中一个功能就是叫做冲突资讯处理。意思是说呢，我们在生活中有的时候我们接收一些讯息，它可能是不完全一致的讯息，我们会不会有这个敏感度去注意到那个不一致？其实跟这个脑区的功能有关系。那我们是研究是发现说，哎，这个相关的一些心理测验跟这个前扣带回功能有关的，确实在我们的这个功能性生理症状个案，它的这个对应的测验的表现没有那么好，所以有可能跟它有关系。当然我们还在据此在做更进一步更详细的研究，因为即便是前扣带回要去理解它的基准也有好几个途径，大概是这样子。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你有提到忧郁共病，就是说这一类的病患都会有忧郁是吗？这个共病不是说每个人必然有啦，共病它的概念是说，它我们在临床上，我们把这几个问题分类成不同的疾病，像忧郁有忧郁症呢，焦虑有好几种焦虑症，但是呢，这些疾病有可能呢，它就是分布上面比较容易出现在同一群人的身上，所以我们这边就刚才说的，不管是你讲功能性身体症状或身体状障碍症，国内外研究都会指向说，它跟忧郁跟焦虑共存的机会比较高，它不是百分之百，但是有这样的倾向，它们比较容易出现，而且有合并这些问题的朋友，他的困扰比较多，生活被影响的会比较明显。大致要讲这个意思。谢谢。有你有几个经验，有的时候这个就是。就像你很忧郁的人，你一直跟他说啊，想开一点，想开一点，这其实没有用，因为他的回路，他的脑袋在转圈圈的时候，他就是走那个比较阴暗的回路了。但你经常说想开一点，但其实很难，所以而且他会更就是他更不知道怎么办。那这个真的要带领，我可能要药物，可能要心理治疗师带他走，说哎，另外一条路也不错啊，你试试看，然后我们来走走看，我们来走走看。要花很久的时间的，我们训练运动都要花很久的时间哦，才能学习把它变成一个习惯。他的脑袋已经在走那条路，已经走得非常的习惯。虽然我们看起来不是对他很好，可是他就是他的路嘛哦。那所以你说他很敏感，哎，他其实很敏感，可是他没有办法，因为他就是这么的敏感。哦，那我说，哎，你不要这么敏感。哦，他听了这个更无力。哦，我就是这么敏感，那怎么办？所以其实我没有听到他的需求。也告诉他，你真的是有这个状况，也不要想说有一粒药吃了就会好，没有这么简单，哦，你吃一粒药就好，我就会考上台大医学系，吃一粒药我就可以变成奥运举重冠军，我就可以吃一粒药我就可以变成大联盟，那是不可能的嘛，因为这个都要花经年累月去形成很多，所以我本来的这个动作思想，主要是他思考的模式，或者是他身体的一些运作的模式要改变，其实需要很多人来帮他。不过第一个我想就是同理，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同理。这个事情
我知道对你很重要，我也觉得很重要。第二个，我们有一些方法。第三，你肯定要有耐心，就是要有耐心。我想这团队的，这个心理师应该都是很有耐心的人。如果我要跟人两个礼拜就，对对对对，欸，是不是刚才还有？是异常才会出现这一种所谓的自律神经失调或是这个症状，那这是可以预防还是说因为它是每个人到老了都会这样？是，我也觉得这个是很好的问题啊。应该说我们一般是觉得这个不是一个退化性问题，有一些问题像大家可能听过的认知功能退化，那个有一些问题它是随着年龄会退化，这一类的问题一般比较不像。这一类的问题，它比较说你体质上本来就有一些特征，就像刚院长提到的，有些人真的就长期焦虑的，长期比较容易操心事情的。我们本来会说这是一个个性，对不对？那这个个性呢，你在中年的时候，你累积越来越多的生活事件，而且呢，你开始察觉自己健康出现变化，对健康的关注逐渐增加的时候，你对这个问题的敏感，它就慢慢的变得更厉害，就会跑出来。所以它比较不是退化，也不是说我们说它这比较功能到整个很明显受损或异常，它比较就像说脑部的某些特征，这个特征当然跟长期的体质或者我们说的表现出来的个性，它会有一点点关系。用这样的理解可能比较准确。所以每个人都不一样的表现方式，有的是个性比较拘谨，有的是比较开放，所以这都影响到他的这个。对，刚才说就是说。我们说的这些心理现象，我们都可以有一个比较唯物的观点。唯物的观点就是它对应到是脑部功能，对不对？所以呢，大家看到平常不同的个性，但确实可以理解说，就是它的脑部功能不完全一样，所以它才表现出不同个性。然后其中某些的个性，它会跟这一类的问题比较有关系。这个我们已经有一些研究。所以，我们身心中心可以去帮他们做什么？假如说有遇到这样的一个大脑或是比较容易，就顺着您刚才这个问题来说，就是不同个性的人，他的心理的关键也可能不一样。比如说呢，像一个人呢，他可能是那种非常完美主义的，然后他对一些小的这个问题、小的不舒很在意的，他就可能呢，只要他觉得自己是有一点状况，他就倾向认定说自己是很不健康，对这个人就非常担心。所以如果说这种完美主义的，我们大家就跟他沟通，其实健康它并不是一个全有全无的观点，他可以去做一些调整。但如果说他的问题点、他的个性是不一样的，他的那个在意有不同的心理路径，我们就需要告诉他不同的心理做法。
所以确实啊，就是不同个性，他的心理议题不同的人，即便他的症状有类似之处，我们给他的治疗方向是不一样，那这个都会需要一些资源。很多是花很多时间陪在陪伴，不要讲病人啦，就是有这样子懊恼的人。对，院长跟主任其实都讲得很完整啦，就是同理的部分，还有针对不同的心理路径去做介入这样子。那要补充什么？我觉得是一种 coaching。就是一个 coaching。我来替你讲我的想法，就是你一直在想这个事情嘛。对不对？我说那好恐怖，那个有个阴影，是鬼。那这个，我的老师就要带到我那里看，那个不是鬼啦，是影子，是叶子，看那是叶子，就一直告诉他不要怕，那个事情没有这样子，这个东西他一直很担心嘛，我这个肠子这样子咕咕，会不会大肠癌？是不是大肠癌？里面正在长癌症，脑袋就一直在想，不是这件事情，那这个就是。你的脑可以往左转，也可以往右转，那就像运动一样嘛，你要一直训练，说来我们来练习，然后他就很正向的回馈，他就发现这样子是不错的，其实我在做的事情，跟几位副院长跟主任在做的也是很类似的事情，我们组织里面就会有很多的人，他也许比较负面思考嘛，单位里面就会有一些比较负面，但是这样。那我们就跟他讲说，其实我们可以来做一些比较正向的想法。这个佛家讲说，那个圣严法师说，境随心转吧。以前黄院长最喜欢讲，你的脑袋转了，你看到的事情其实就是不一样。所以是心随境转还是境随心转？是境随心转。对，一杯水是一半满还是一半空的？这都是境的，境随心转。所以他们就是协助我们这些很有困扰的人，怎么样子改变你看这个。可能一个个人，他帮助一个人来做正向的事情。那我们院政企业的长官，我们就是努力的让所有的人都要有一点点正向嘛，那这个机构才会。所以我个人是现在蛮信这个的。我觉得过去我们会觉得把疾病、把健康都当作一种非常生物性、机械性那种。可是它有很多其实是这个心理层次的事情，那心理层次的事情看不到摸不着，所以你要花更多的力气来帮助他。所以刚才记者朋友一直在想说，有没有单一的办法，有没有一个 magic 的药，吃了这个病就会好，好像我吃普拿疼烧就退了，应该是没有这个东西，经年累月，因为它会走这条路，是因为他本来就有这个素质，在家从小被女朋友抛弃，然后又怎么样，他绕了三四十年，形成了他这一条非常惯性的路，再加上最近有一些身体上，所以要帮助他是长远的哈。不过伟烈其实是我们非常年轻的应该是现在最相当年轻的临床
副教授呢，是去年刚刚刚升，他应该很快可以升教授，我们就以他这个的产量预祝他。不过刚才大家很关心的说，到底怎么样做哪些事情可以帮助他们？我觉得还是要他和他的团队继续努力，产出更多的研究的结果。因为我们是这个循证医学啦，然后说做事情都是要科学证据。哦，就是这个电那个脑的电磁波的刺激到底有没有？哎，我们现在正在累积，所以我们有这个团队，如果越来越多的科学证据，那以后我们就会更多的方法来帮助的民众。来向大家报告我们台湾来啊，大家好，今天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向大家来分享台大医院与林分院新生医学中心在过去十年来所累积的一些在临床和研究上的成果。那很多人呢都会去有一些病痛，可是却检查不出来，造成很多工作生活上面的困扰。那这些所谓的这个功能性的身体的这个症状呢，就是新生医学中心要研究的这个课题。那我们在黄伟烈主任的带领下呢，过去十年其实累积非常多的这个科学的研究，很多团队的这个照顾，希望为大概有5%的这样子的非常困扰的民众带来健康的这个解答的方案。
各类的，比如有些大概是以疼痛为主、疲倦为主的问题，有一些比较是肠胃道的症状，就大家俗称叫肠燥症啊这一系列的一些问题，拉肚子啊，有一些人是胃不舒服，另外也有一些人哦，大概就是总喘不过气来啊，或者说是就是心脏怪怪的。啊、因为这些症状来找我，这些药大概都只是这个常见的症状，就大部分人还是要经过一些评估之后，才知道它是这些问题。在治疗方面哦，当然就是这个，因为算是一个我们新定义出来的状况，所以在国内的那个实证研究还在累积当中。我如果是看国外的文献的话，一般是认为药物有些药物也会有帮助，改善它的敏感度或负面的一些感受。那另外呢，像心理治疗也有帮助，心理治疗可以透过像是注意力的调节，就是大家说的像正念啊这些疗法。或者像所谓的认知行为的疗法，靠着改变他对事情的这个想法之后，哎，那个对这个不舒服的敏感度就比较降低。当然还有一些其他新的一些生物性的治疗模式啊，这个我们在研究当中。认为的器官的问题，这个是第一个关卡。或者他一直坚信是你们还没有检查出来，我是不是得了某个罕见的病，是100万个人才有的那一个，所以要先让他能够接受说，哎，我真的其实这个检查这样子，你有这个错。那你如果觉得你会得这罕病，那你不如去买乐透啊。如果这么 lucky 的话，对，所以我觉得第一个关卡是要让他决定是他这样。那第二个关卡说，那怎么办？那就是接下来，因为这是一个主感觉的问题。同样一个场景，有些人很开心啊，就是哎，有个人就很忧郁。可是同样都是看到同样的一群人，同样的餐厅，看着一样的菜肴，有些人很高兴，有些人无助，对不对？所以这个有的时候就很难。那他的无助或他的不舒服，对身体的这个东西已经超过一般的，所以你有些人就是。喜欢这样一些，那没有关系。可是他会来找医生，是因为这件事情妨碍到他，例如说妨碍到他的工作，占据他大部分思索的时间，甚至影响到他的亲子关系或者是伴侣关系，那这个就很麻烦。那这时候我们就要帮助他，他刚才讲的正念思考啦，或是这一些，怎么样子来用别的方式来处理这个讯号？他有科学的部分，也许有一些方法可以让这个讯号不要这么干扰。可是你要训练大脑，就视而不见嘛，视而不见。像以前说，先生有外遇，就假装没看到，就是假装没看到嘛。就是你要训练你的大脑对某些的讯号，我没有看到，而且不是一直去看，一直去看他的手机有什么讯啊，到底谁打电话来？你如果去找这些蛛丝马迹，那你的脑就被他绑架了。你要视而不见，那视而不见这个药，不是我们叫你说你不要理他就好了嘛？你要训练他，然后要带领他。每次手机要拿起来的时候，就说你讲重要的事情，就要有个教练陪着他。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我一直鼓励，也就是说，其实我相信困扰的人非常多，对，而且很多人可能因为这样找很多的医生，找了很多医生没有办法。那这个团队愿意这样，而且我觉得他有非常多的这个科学的证据，所以继续再给他几年，我觉得会做得更好。现在就已经做得很好。那我们正在累积这些治疗的这些，也是多团队治疗的经验，希望能够帮助到这些人。其实我下次分享一下，就是跟这个议题没有关系。上个礼拜我们在医审会，这是卫生局的议题。
就发现，其实民众好像不太知道，不是针对这件事情，就像妇女泌尿啦，因为妇女像我们在云林经常雇很多农那个这个好年长的这个务农的这些长者，那他其实这个我发现在台大也是这个问题很多，在弱势也是这个问题很多，在北妈也是这个问题很多，可是民众有时候不太知道哪里。可以找到一些不错的治疗方式，或是比较先进、比较尖端的方式。所以那天甚至医师工会说，搞不好医师工会应该弄个网页，或者是医药记者来经营某一个 blog， 或者是什么卫生局，可以分门别类哈、就是让这些民众可以大概知道，其实我们就近就有一些 不错的东西。刚才说，就这所谓的抗忧郁剂，它只是一个泛称。那其实这一类的所谓抗忧郁剂，它可能是调节我们一些脑部化学的，像所谓的血清素啊、多巴胺、正肾上腺素等等。所以这些药，那其实不是只有忧郁，是焦虑啊，以及一些敏感的问题，确实有可能从这些药得到一些帮助。或者就刚才所讲的，有很多种类啊，所以我们大概会是看一下它的关键的问题在哪里，再去定一些药。然后那个睡眠的药物，大家一般会认为说，它比较是偏像是治标的性质，就是刚才说的，不管是身体的症状或忧郁或焦虑哦，那个睡眠不好，差不多是它的症状之一。那这个症状比较是表象的，很多民众直觉感觉是我睡不好，所以才忧郁。但是比较常见的状况是，因为他在忧郁的状况，所以他睡眠质量不够好。最后，那我刚才说的所谓的那个抗忧郁剂哦，那种药，它一般都要吃比较长的时间，像一两周，它效果才出来。那这一两周中间，当然可能已经很困扰了，所以那当然不免要一些作用比较快的药，它有可能你先加上去，让病人得到一定的帮助。那睡眠药就属于这种比较快有效的药物剂，所以当然有一些个案哦，它也需要这两类的药都要适当的使用。所以我们这边医学中心就全面评估，对不对？对，当然这两种都是我们。有需要考虑的治疗的选项，其中的几种。我举个例子来讲，现在有人就是他在水里面，他要溺水，他一直要往下沉，他要溺水，所以这个时候。
哦，所以这个团队就是他又要丢救生圈给他，让他可以把他脱离这个，我完全没有办法睡着，没有办法睡着，明天就要上班，明天上班老板又要盯我，又想到这件事我又睡不着，所以这件事情要让他先睡着，哦，他明天才有办法上班，然后再来就是很多很多的这些事情，对，肯定一直要跟很多民众讲说，这个很多人不是靠药物就能够解决，我觉得台湾的民众很多事情哦，就是想说都要吃药。都是别人做就好，我自己都没有花力气。我自己在学，说我的颈椎开刀，我已经花了一年的时间，找了三个教练，在做各式各样的训练。自己的健康要靠自己来追求，你要吃好一点，你的运动怎么样让我的全身的关节或者是都可以做很好的工作？怎么样让我的大脑可以正面的思考？这个是我自己的身体，我自己的脑袋，那当然是要我自己来做。不能说，哎，靠一颗药就我的脑就灵光乍现，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觉得现在的世界很重要的是父权，父权不是爸爸的权利，而是把权利交还给病人，应该病人为自主。你既然要做主，你就要负责任，对不对？父权给病人，给你很多的能力，给你很多的健保资料，给你什么快医通，就是把权利交还给你。所以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健康负责，要为自己的健康努力。这里面包括器官的健康，这里包括骨骼肌肉的健康，这个包括心理的健康，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健康来付出来。那我们医生医疗团队其实从旁边，哦，所以真的不能说哦，这个都是外在的东西帮我弄弄，我自己就会很健康。看完之后，你们大概，给予药物也好，或是心理治疗也好，或是行为治疗也好，大概要有多久才会有一点效果？然后他还会持续想要继续改善？是，就如果说就是心理或者是药物的帮助是这个合理的帮助的话，很多人其实一个月上下你就可以看到这些进展。那当然，那个进展是一部分嘛，哦，就如刚才这个院长也提到的，其实哦，就是有一些的这个治疗模式，它的开启效果比较快，像某些药物比较快。那像心理治疗，我们带他去有一个比较均衡的一个生活或思考方式，那个其实都是慢慢的，遇到问题要排解，要讨论。所以那个当然就是接下来几个月的时间，我们会继续对一些生活情境或他困扰的问题做一些讨论。那当然，整个这个治疗疗程大概要多久？这个确实是因人而异。那有一些朋友呢，他相对比较不是一个慢性持续性的问题，有些人几个月，欸，他就觉得他问题改善到一个程度，然后这个生活方式呢，他已经大致学起来，然后后续没有持续就医的，那状况都不错的，也有这样的族群。那当然也有一些朋友是，他原本呢其实已经有一些慢性化的困难，他觉得药物或者是定期有人讨论有一些帮助，所以之后持续再就诊，这个也很多，所以其实这两类的这个状况都有。有长期需要就诊一两年的，也是有的。那如果是前扣带回出问题的话，那你们会怎么处理？这个东西是说是一个机转，就是我们觉得是一个假设，我们觉得可能跟它有关系。那当然是说，就是能不能有一个真的只对应到一个特定脑区的治疗方式，这个我们就在研究当中。像刚有提到一些电磁刺激啊，那个就是去对应到一些脑区的想象。不过我们应该还是要再有更多证据的，才能去介绍这些主题的比较理想。
可是我们的神经是遍布全身嘛，有没有可能说，因为你的神经系统对应到某个器官，所以它可能受到伤害、受到压迫，然后造成说它感觉那个器官？我觉得你这是很好的问题，这可以分两部分来说。一个我们刚才一直有在讲一个叫心律变异系，就是大家所谓的自律神经。脑部它是在中枢嘛，自律神经本来就是负责脑部跟各个器官系统的连接，所以过去很多年本来就有一些这个学者在讲说，会不会有可能这个自律神经是源头？但是呢，其实越来越多的研究比较指向，包括我们自己的研究，觉得脑部是源头，所以脑部去影响这个状况比较常见，这个是对大部分的影响。但您说的有没有可能特定的地方压迫啊，特定的神经变得很敏感？这个也是有可能，因为像我们刚才讲一个概念叫纤维肌痛症，现在肌痛症就是一群全身到处痛的人。有一个理论在讲说，有一小部分我们可能不是全部，它那个痛其实是来自于周边比如说它只有一些关节炎啊，什么一些刺激，周边的讯号一直进来，讯号强到某个程度，造成它脊椎啊某个地方就变得很敏感，所以那个增幅不见得百分之百都在某地发生，也有可能在周边发生，这种理论也是存在的。